好，请合掌。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方丈，我们今天继续讲《大毗卢遮那佛成佛经书》，大日经书。还是请荧光幕前的朋友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以众法故。今天继续讲。第四页，上次讲到第四页的第四行啊。为了要讲这个，我们还是从这一页的前面开始啊。一切智智如此了之，名为一切智者。是故此教诸菩萨啊，这就是说要教诸菩萨要真语为门，以真语为门啊。真语就是真言啦，以真实的语言为门，就为方便，而自心发菩提，自心把菩提发起来，你看这个语句有点特殊哈，不是自己发菩提心，而是在自心里面把菩提发出来，在心里面把菩提发出来。这样的，所以有一个心体，那容纳那个菩提，把菩提发出来，即心具万恨，即你加个自啊，自心就具足万恨了，因为自心发了菩提，菩提就有了一切啊，所以自心就能够具足万恨啊，所以你自心已发了菩提以后呢，心具万恨什么字？就是说。你什么都可以做，你什么都做得到，叫心具万恒啊。见心正等觉，就自见心本具的正等觉。这正等觉是无始以来都埋藏在底下，那现在发出来了嘛，菩提发出来了嘛，所以正等觉也就现前了。所以自心。那因为现前呢，所以你看得到嘛，对不对？所以就见自心的正等觉啊。那见自心正等觉，就是因为前面最重要的前面那个发了嘛，对不对？因为发起了菩提发起了，所以你能够就见到自心的本来具足的正等觉啊。正心大菩提，然后这也加一个自了，自正心所生的大菩提。因为已经自心已经发了菩提了所以呢，菩提发起就自然就有涅槃涅槃菩提能够产生涅槃涅槃的意思是什么？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生，就是什么不生呢？就是不生不灭。那最主要就是。不生烦恼，不生烦恼，因此呢，也就没有生死，所以叫涅槃。所以，这个菩提升起以后，得了大觉了，然后这个自心就到了不生不灭的这个涅槃的境境涅槃境境，什么叫涅槃境境呢？就是涅槃的清净的境界。因为不生不灭，没有生相，没有灭相，所以是究竟清净，叫做净净清净的境界然后那自己证到菩提涅槃发就自证了自心的菩提涅槃以后呢，就能够发起心方便，就
也是加个自了，自发起心中所具足的，心中所具足的方便，方便是什么？就是法门啊，自心所具足的方便法门干什么？接着前面这整个都是自利了，从发起心方便开始就是利他了啊，利他是干什么？严净心佛国，严净佛国加一个心，为什么加这个心呢？因为是心所现，自心所现的佛国啊，所以你自心若清净的话，你所现出来的是佛国；你若自心是污染的话，所现出来的是六道啊。所以那所以就能够自己严净庄严清净你自心所现的一切佛国，而这佛国不只是一个佛国，是一切的佛国，无量的佛国啊。为什么？因为自心已经有菩提涅槃，然后起方便呢，就能够令自心现起无量的庄严，那无量的庄严的佛国，无量清净的佛国，这样的啊。好，然后所以我们说外面是大宇宙，里面是小宇宙，这是一般的这个哲学家的讲法了。但是事实上以佛的讲法，佛法的讲法是正好相反啊，里面才是大宇宙，里面的自心的宇宙呢，能涵盖一切外面所有的一切宇宙啊。所以自心佛国就是无量佛国，那个自心佛国，那个佛国不在外面，是在内，在里面自己所现出来的啊。从因至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所以啊，这个菩萨修行就是从出发心的本因，一直到菩提的果，都是以无所住而住其心这样子的方式来修啊。你光是无所住不行，光是无所住会落空。会落空，那无所住而住其心啊，因为无所住，那你就好像这个没有编判一样啊。那这个可是而住其心的时候，无所住的时候是很广大，住其心的时候就摄心，然后就不动了，这样的啊。所以啊，以无所住而住其心。这就住在哪里呢？住在金刚波若无住之地啊！所以住于金刚波若无住之地，所以住于无住，住于无所住啊。这么说了，这无所住是一个法，你要住在这个无所住这个法里面，这样也就是说坚住不动啊。好，那这个呢？无所住之地是什么？无所住之地就是真心地，就是心地，自己的心地啊，真心地，真心地也就是真心之地啊。因此你看，这个都是显教里面所说的，可是，在显教里面的最高的道理，但到了密教里面同样是有效，同样还是最高的道理。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密教是，这我再重复讲了，密教是另外一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套，不是，这两个法是相续的，密教显教两个是相续的啊。所以不是说密教跟显教完全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子，另起炉灶，不是这样子，是从因至果这样子的关系啊。所以一个是解悟，一个是修正，这样的吗？显教是解悟，显教让你解得佛理，
然后悟得这个佛理，然后悟而后起修嘛，悟而后修，对不对？这个是楞严经所讲的，所以悟了那个理了以后，然后开始正修。那正修的时候，你看楞严经也是一样，修的时候就依楞严法、楞严咒来修，对不对？啊，那么所以修正就为什么要用依楞严咒呢？那是因为我们凡夫人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修，所以必须要用借助佛力来修啊，借助佛的三密之力来修，所以这样子稳当而且急速。你光是急速没用，你翻车了，对不对啊？那它也很稳当，哎，那所以呢这样子又快捷又稳妥啊。当然这个就必须要有根器，有因缘，有福德才能够这样修啊。所以这个密法呢一定就是要有阿舍离传，有师传，你才不会自己乱碰乱撞啊。所以啊，这个显教所说的最高的道理呢，那密教还是一样是最高的，只不过就是说一个显教所到达的就是解悟的境地，然后接下来要修正呢必须要用密教的方法，密教的法门才能够达到啊。我说才能达到，这是确实的，否则你显教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你就只好这个瞠目而视，你没有办法，对啊。好，所以啊，这个密教行者所追求的、所要修正的最高的境界啊，跟显教的道理是没有冲突，而且没有二法，这最重要是这一点，没有二法，因为都是什么，都是要证入，是都在追求佛的境界，可是就是说你这个密教让你能够达到更高这样子，因为它的方法的问题啊。好，那么所以我说显密本一体啊，显教和密教本来是一体啊，所以修行一定是这样子的，显教密教，显教教你一切道理，让你解得佛理，然后解了以后更进一步悟了，悟了以后悟而后修，对不对？那楞严经说悟而后修，不悟复何修，你没有悟了你修什么，你乱修，对不对？悟了才知道要修什么啊，然后修在这个正修门以后，就接着就是正门，修正之门啊。所以显教解悟，密教修正啊。所以这就是这样子啊。那这并不是说故意贬斥显教。事实上就是这样，你从楞严经上是这样子啊，从很多的经典看也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解悟修正啊。那所以显密是一体的，是连接的啊，所以不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那所以密教必须以显教为基础为根本啊，而且任何一个地方不能违于显教的道理的理跟事都不能违背，违背了就变成不是密教了，那就变成外道的密法。好啊，所以这就是我要传达给你们的最重要的讯息啊，也就是所谓的最主要的正知见啊。所以这个正知见呢是
以无分别智为体为本啊，没有去分别它是显教灭教，都是佛所说的全体大教啊。然后，那一切都是需要的啊。所以，接着这一个显密呢，最后所显的、所要修正的、一开始要解要悟的啊，以及其中要修的，到最后要证的，都是什么？真如一相，法界一真，万法一如啊，这个道理啊。那这个理，你没有学佛，你觉得是听不到；你没有，你不学高深的佛法，你也听不到。对，那如果你学高深的佛法，那么一天到晚都是要跟这个道理为伍，一天到晚都要接触这些，然后思维这些，所以真如一相，法界一真，万法一如啊，都是为了这个。为什么你证了真如法界一如一真，那就入了如来的境界了。啊，就如来的境界跟智慧都在这里面了，啊，乃至于慈悲也在里面。所以啊，能够有这样子的知见，你才堪学密法，你才知道修密法在修些什么。啊，简言之一句话好了，修密法修什么？或者说修显教法是修什么？都是在修自心所现的一切法，是不是？显教的法是自心所现，密教的法也是自心所现，只是它的层次不一样而已。可是不管它的层次多么不一样，它还是一心所现，它还是自心所现，就脱不了这个。对，所以这个是总原则、总原理。那你依照这个原则原理，你就不用很多的妄想分别。哎，你不要也不用，你虽然在法相上有去了别它的功能的高低大小，可是你心中究竟没有贪着的妄想分别。哎，那所以你之所以会这个判别它的高低啊，或是这个功能的大小等等啊，但是呢，都是依照这因缘所现的相而去了知，了知了别，但是不是分别，不是妄分别。这妄分别里面就是因为有自心的妄心掺杂在里面，这样知道吧？那我顺便就跟你讲，我跟你讲的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体会体验，我自己就是这样子修，这样子做，这样子达到啊，所以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啊。那我这样讲有什么证据呢？有，如果我不是这样子的话，我这个心早就爆掉了。为什么？因为你有分别，那个心一定小，你那个心小，你容纳不了多少法，稍稍的两三四五个法就把你的心给充满了，就胀了，你知道吗？乃至于你不要说什么，你没有发心的人，光是一个阿弥陀佛六字洪名，那你常常去用头脑去念去想的话，你那个头常常会头痛。所以你那个脑袋瓜，凡夫的脑袋瓜装不了六字洪名，你懂吗？可是那个自心，你如果拓展出来，没有这些依于自己的贪爱分别，然后去求取一切法，那你那个心无量扩展，你可以装很多很多很多的法，显密性相全都可以装，
都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有少分别，有少贪爱，那其中一个法的一少分就可以把你整个心都充满了，是吧？比如说你修性中的，那么你起分别贪爱执着，那不要说你把性中全部都学完了，你只要学了其中一小部分，你就再也装不下了，你就吃饱了，你懂吗？因为你的心眼儿就这么大。为什么变成这么大？因为以有一个我啊，把它圈起来，然后把它圈起来，就好像你那个心就好像那个水桶啊，有很多木片，对不对？然后你那个我就好像那个铁圈，然后把它圈起来，它就有一个一定的范围，一定的范畴。所以你那个自心水桶啊，能够装的水就是这么多，就是一定有一定的量，知道吧？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个自我的那个圈圈，有好几个自我的圈圈，把自心造成一个水桶啊。所以顺便讲个，那就我们说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嘛，那就应该说自心水桶誓愿破，你一定要把这个自心的水桶给破掉，好，所以，为什么众生，佛在华严经里面讲啊，为什么众生不能证入如来性德，不能见如来性德呢？因为自己贪爱执着嘛，对不对？以贪爱执着，所以不能证得如来性德。这个在华严经里面，佛夜睹明心大悟的时候所讲的话啊。所以贪爱虚妄分别执着啊，那就把自己自心的心路就堵住了啊。接着简言之一句话，显教密教是有分别，但是你要想办法自己把它打成一片，就这样子。所以所谓的让显密圆融，可是显密它不会自己圆融，那个显密的圆融，显密本来自己圆融，可是你自己的心不圆融，你自己的心不让它圆融，所以它就不圆融了。所以你必须要你在自心里面把你自心里面的显密圆融，要如是发心，这要发心的，要发心，这样发心，这样作意，这样的啊。接着往下看啊，从因自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故曰入真眠真言门住心品啊，就这样住。如何住？以无所住而住，这样的。接着，真言门略有三四，三四就是这个理四两种嘛，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是有三四，因为真言门啊是讲修正，对不对？所以是以四为主了。前面的显教的显教里面是以解悟嘛，所以是理为主。那这个你讲完理了以后，就要入于事了啊。所以以理入事啊，也就是什么应用。你讲了很多道理干什么？要应用啊，对。所以这个事，所以说事上修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讲了很多道理，但是那个是什么？就境界啊。你碰到境界就软弱无力了，
就被境界做主了，这样的啊。好，一者身密门，二者语密门，三者心密门。所以身与心三种秘密的法门啊。为什么称为秘密呢？因为不是说不让人家知道叫做秘密，而是因为你无法知道，众生的智慧无法了知，所以称为秘密啊。如果你能够了知，就不秘密了。比如说，老公问老婆说：“你有什么秘密没有告诉我？”对不对？那有什么秘密没有告诉我？那就是你没有告诉我的，我不知道的，那就是秘密。可是你如果告诉我了以后，那就不秘密了。如果我知道了，就不叫秘密了，对不对？但是凡是我不知道，即使像芝麻那么大小的事情，也是秘密，对不对？啊，那所以因为不知不了称为密，如果了知就不称为密了。啊，那这个身呢？身的身性、身相，以及身的作用，是非常深密的。身性、身相、身用，都是很深密的。一切凡夫没有办法就近了知。那如果知道，只知道一些表面的，那就知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不对？啊。譬如说，世间的医生可以跟你检查说你得了胃癌，可是他能告诉你说你为什么得胃癌吗？就不能了嘛，对不对？那所以那个就是业力。那业力什么样的业力令你得到胃癌，乃至于什么样的业力令你眼睛瞎掉，对不对？那医生只是跟你讲说你这个眼睛快瞎掉了，他只能这么讲。那你问你说我为什么会瞎掉，他就不能讲了，是不是？所以身的性相用，一切凡夫没有办法就近了知，对，是它是很深密的，因为牵涉到这三世因果啊，那牵涉到福报因缘，对。所以啊，一切众生没有办法就近了知，不要说是心，乃至于身也是一样，身的种种性相用，然后语也有性相用，心有性相用，那么身与心三者的性相用，一切众生都没有办法就近了知，所以称为密啊。所以不只是佛的身与心，乃至于众生的身与心也都是一样，是深密不可了知啊。所以佛有佛的身密、语密、意密、心密啊，然后众生也是有他的身密、语密、心密，因为就近而言皆不可了知啊，以众生的智慧皆不可了知，所以都是秘密。那这个秘密呢，只有佛有一把钥匙可以解开，会知道。那你如果修这个三密加持，然后开自心发了菩提了，那就解了啊，这钥匙就打开了啊。好，世事下当广说，世事也就是说身与心三种秘密门啊，下面会这个详细的说啊，叫广说。行者以此三方便啊，方便，我们有句话说方便为门，对不对啊？慈悲为本，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
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慈悲的相对的就是智慧嘛，所以这方便就是智慧，因为有智慧才会有方便。方便是什么？方便就是方法啦。有智慧的人会把一件事情想出很多的方法，让你很容易做到啊。那智慧少的人只能说只有个方法做，乃至于甚至也没有方法，他就去做就是了，那不知道为什么能做到啊，所以那就没有方便了啊。那有智慧的他就会告诉你很多种方法，然后适合你去做的，然后让你容易达到的，那就叫方便啊。当然这方便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法门的意思，所以方便不是随便，不是乱搞，就是方便，也不是犯戒，就是方便。比如说，你带家人去吃喜酒，然后你本来是受五戒不饮酒戒，然后你的朋友就说：“哎呀呀，今天方便一下嘛，就喝两杯嘛，有什么关系？”那叫方便，不是，那是随便的，所以以犯戒为方便，这不是方便，这是邪方便啊。好，所以方便有两种，一种是正方便，一种是邪方便啊。什么是正方便呢？正方便就是所谓的善巧，也就是说他所说的方法都是符合佛法、佛理跟佛戒的，所以叫正方便。那邪方便呢，就是不符合佛法、佛理，以及会让你犯戒破戒的，那称为邪方便。那邪方便到后来就不是方便了，就不应该算是一种方便，那个就变成破戒的染污之行了啊。所以啊，行者应该用这三个方便。什么方便呢？门为方便嘛，方便为门，所以身密门、语密门、心密门这三个方便为门啊，来自净三业，来自己净自己的三业啊。所以你看这四个字，以此三方便自净三业，这七个字、八个字就已经点出了整个密教修法跟显教是一样的。怎么样呢？这佛教你方法，你自己要去修，不是说你念了几个咒，然后你就三业清净了，没那么容易的事。对不对？所以还要你，虽然那个几个咒，那些咒语啊、真言啊、手印啊等等啊、仪轨啊，可以清净三业，可是你还是要很努力的去修的，不是说学了就清净了，不是那样便宜的事啊。所以学，然后还要修。修还要成就才行，你没有修成就还是不行的。所以当然也不能因为你学佛学那个真言法，然后那佛就主动来跟你加持了。对，佛不会主动来跟你加持的，你知道吧？所以佛都主动来跟你加持呢，来为你清净你的三业，是不会这样子的啊。即为如来三密之所加持，所以你要自己要自净，然后佛就来帮助你清净啊。所以自助佛助，你自己帮助自己，佛就来也来帮助你啊。
就佛的加持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你那个好的公司的那员工啊，啊，那你若存款啊，然后公司就会有跟你配合，对不对啊？比如说你每个月存10000块，然后公司可能好的公司就再加给你8000或是5000，这你知道吧哈？有这样子的，以前都有这样子的 benefit 啊，那个叫什么福利啊？现在可能经济比较好会减少，不过好的公司还是会有啊。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佛的这公司是永远是好公司，哎，所以你如果自己想要存多少钱，然后佛一定跟你 match， 哎，你存10000，他也加你10000，就变20000了，对，好，所以这就是佛的加持，哎，但是加持你要自己要也要动手才有加持啦。啊，接着，乃至于能于此生满足地波罗蜜啊，这佛如来的三密加持，就因为你有发心自净三业，所以佛就来用三密加持你，乃至于不但清净啊，甚至于在你今生啊，就能够令你满足地，就打一个顿号啊，地就是实地。波罗蜜是波罗蜜啊，或者说满足诸地诸波罗蜜啊，实地是波罗蜜，也就是说所谓不利生起或法身呢、啊，哎，这样，所以不复经历结束啊，所以你看那个楞严经里面，虽然楞严经它是显密都有啊，但是阿难的讲的那个哈、啊，也不仅是大圣的，而且已经进入这个密教的这种境界了啊！不利生起或法身啊，所谓的这个即身证得佛性啊，不复经历劫数，不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了啊。那被修诸对智门，所以啊，一般显教要成佛，一定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你知道为什么要经过，必须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你知道吧？因为我们众生哈、哦，就吃饭很急很忙，赚钱也很急很忙，就是修行成佛不急不忙，所以必须三大阿僧祇劫，哎，慢慢修，慢慢证，这样子，好。休息一下。